若为君臣，义生于金；若为父子，仁生于睦；若为兄弟，序生于火；若为夫妻，别生于水。这是要走桃花运啊，看来袅袅错过这楼遥未必没有更好的姻缘。请问这后山的路怎么走啊？完了，彻底成桃花煞了。七瞎子，你不是说这是班小猴为了认识大家才举办的游猎嬉戏吗？为何也不见你所说的那个班小猴？是啊，哎，还有你三兄也不知道去哪儿。他呀，要寻个僻静处，专心卜卦。某些女娘真是颜面也不顾了，专喜欢往这儿郎多的地方凑。你说什么呢？自己不也跑过来凑热闹了？那能一样吗？王家阿姊的父亲可是车骑将军，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将军练骑射呢，今日啊是来比试的。不像某些人啊。某些人什么呀？某些人退亲都不嫌丢人，还有脸出门呢？少商妹妹，那是敬重何家英雄，所以才退亲，成全忠烈遗愿。怎么到了王家娘子的口中，就变成丢人的事儿了？莫非王家娘子觉得上阵杀？想不到平素志得意满的程娘子也有这低眉垂目的一天。当初便与你讲了长门赋的故事，怎么你还不明白？无情无爱方得自在。人人口中的白鹿山才子如今也变成了长舌妇。袁山剑，我告诉你，今日我不想搭理你，最好给我闭嘴。无情无爱，自己自在去吧。夫子，关于长门赋我有见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袁山剑公子。哎，诸位女娘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听闻有一条路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点，慢点，不要急。这么短的距离你都能迷路，若是真的认不清路，听着远方的喧闹声也能辨别啊！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长这么大。我父母也说我自小难养活，并不让我出门。你我有缘，你是我第一个朋友。这是孽缘，若不是你踢飞了我的卦，我怎能补出桃花煞？什么是桃花煞？慢点，慢点，不要急。请不要再追了。这便是桃花煞。人多了真可怕，女娘多了更可怕。
枝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以体世家。这果然是桃花。是这般建起来的，竟若雨灯一般，只用一根柱做支撑，再配以散开的斗拱来分担承载塔身重量，果真是妙。娶个郎婿而已，有何了不起的？我还是我。如今娄家与何家女眷结亲，圣上更是觉得对娄家心中有愧，越发偏袒娄氏全族。素日里，娄太傅借着东宫师所做的那些打压寒门出身官吏之事，都不追究了。看来圣上对东宫彻底失望，我们需要让圣上看到他的不快。东宫如此无能，愚忠一世，实在不幸。谁？别动！抓紧我！
别松手！听见的声音不过两三层之外，怎么一转眼人就没了？好，下去看看。往上爬。搜个底儿掉，我也必须把人找出来。林将军，你没事吧？你呢？没有被吓到吧？将军，这是在冯英俊受的伤吗？旧伤而已。无碍，程娘子，你方才听见什么了？我方才听到他们说要废除。什么都没听到，你什么都没听见，明白吗？对。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我只是散心路过此处。你也不曾路过此处。今天的事情一定要烂在肚子里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林将军，今日之事多谢林将军。我的马就停在不远处，我自己回去便好。你自己回去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。走。王玲，你这最后一支箭射不射都是数。不若这样，我让让你，也不用边跑马边射了，你呀，就直接站在箭靶前射，射中了我算你赢，如何？啊？哎呀，真乖。好。
不能看。有什么不能看的呀？这次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真伤着残着了，我养你一辈子。不能看。这种事我在军营里面见多了，有什么不能看？说不能看啊，偏要看。这下，你真得对我负责一辈子。啊。就在这儿了。今日多谢林将军又救了我一次，大恩大德不知何时能还。之前还说待林将军凯旋之时为你吹笛。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程娘子，当真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吗？为何？林将军，这是我的玉佩，上面还有我的乳名。若若，你这乳名真是有趣啊。什么若若？袅袅，不过是另一半女字不见了。那若另一半女字玉佩被那两人捡了去，就可知偷听之人是你了。你说这一半玉佩是交给他们好呢，还是交给我保管？我觉得都不太好，还是留给我吧。不过就算没有玉佩，他们只需回营清点人数，就可知偷听之人是谁了。那还磨蹭什么？赶紧在他们点清人数之前回去。林将军，你的伤。还好有旧伤。成何体统？春夏时节，人心浮动，班侯费心准备了这许多热闹。那些公子女娘们都还年轻，亦是有些忘形，也能理解。怎么理解？那万家小女娘与阿玲为了一些口舌之争，险些要了命。陈家臭小子为此还见血受伤，还有那些小女娘们整天的追着袁山剑满山的跑，成何体统了？还有，这已经听闻了，还有几个野鸳鸯已被查获，太过分了。朕来此土高山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来祈福的吗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？荒唐之极，不堪入目。侍妾未曾管教好王林。皇后何必事事都往自己身上揽？依妾看，这本就不是什么大事。陛下年轻时为了见妾，不也爬过后院，还掉进水沟里吗？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处闹大些动静，有何奇怪？阿恒，哎呀，你提那些陈年往事干什么？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们？那自然是要重罚。哼。说圣上会不会怪我们？要不我跟圣上说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与我没关？若非我在祈福大典受伤见血，照头不祥，圣上也不至于大发雷霆了。那你也是为了救我呀？依我看，都怪那王林才是，他就是因为袅袅怀恨在心，见不得我为袅袅出头。哎，你注意点啊，你下院的口子越来越大，回去我帮你放放。圣教面前，你俩闭嘴。
夫人不用太担心，宋儿也是为了救人才受伤的，圣上不会罚太狠的。我并非担心宋儿，将军今日可曾见着袅袅？圣上一会儿若是知道袅袅也未归，如何是好啊？对啊，袅袅呢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林将军回来了，是和程家四娘子一起回来的。听闻程家四娘子今日悬崖遇险，林将军冒死相救，使得旧伤复发。那程家四娘子已然哭成泪人了，直说要给林将军赔命呢。哦，他又去救我程家小女娘了。好好好啊，哎，自身现在颇有一些朕当年的风范呢。陛下还没说呢，要如何罚他们？哎，今日啊，本就是来祈福游玩的啊。少年郎嘛，青春年少，贪玩好动，已是正常啊。再说了，朕年轻的时候不也是，对吧？行了，那些儿郎女娘的事朕呢就不再追究了。曹彰啊，哎，走，与朕去看看子胜。是陛下您慢点。海清，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陛下。与你何干？程爱卿，秦琪，陛下，走，快跟朕走。老实交代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险些掉下悬崖，林将军为救我拉扯到旧伤复发，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就很好。一会儿见到圣上你就这般再说一次。圣上？嗯，好。林将军，你好好生休养，我先走了。我为你而生，你就这般待我。陛下到。子胜啊，怎么就受伤了？太不小心了。臣见过陛下。少商，见到陛下还不快些行礼？陛下好。陛下好。行礼前必须先成名。陛下，小女程少商不通礼数，还望陛下恕罪。朕且问你，究竟为何此生会旧伤复发？程娘子骑马不慎落下山崖，臣正巧路过，便把她救下，牵扯了肩上旧伤。哦，是为了救人呐。陈娘子，你之前见过子商？见过数次，所以不能置之不理。真是在问程娘子呢。程娘子，那你是在何处见过子商啊？这些话陛下问臣也可以。你别说话，朕问谁谁说。程娘子，子胜
乃古宫重臣，国之栋梁。如今你害他受伤，也累了朕，痛损一名爱将了，可知罪？陛下，臣女实属无心之失，还望陛下宽宥。若是早知陛下想吓死他，臣方才就不去救他了。臣是，子胜乃国之栋梁，为求你家小女娘救伤复发，他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，你可得记得这份恩情啊，要时时刻刻感念报答。是是是，臣自当感恩。嗯，啊，重谢。哎，罢了，陈娘子也受了一些惊吓，你们父女二人先行退下吧，我和子胜说几句话。是。受伤。你好好说，你跟着程娘子，正巧路过，随手一救，不足挂齿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随手便随手。明日啊，你随朕回宫，让孙仪官好好给你诊治诊治。谢陛下关爱，不过臣府上有最擅长治跌打损伤的医士，臣留在府中疗养即可。怎么？你的医事能比孙仪官还厉害？想必是有人呢，想留在府上等那个随手一救的小女娘，方便上门探病吧。哎呀，我怕圣上，你怕什么？我险些就没命了。你说我怕什么怕？你怎么又与那林不疑一道回来啊？我今日心里，我就……阿父，若不是林将军救我，我真的就掉下悬崖了。阿父，你就再也见不到袅袅了。难道真的这般巧？哎，你一遇险，他便能及时救你？世上之事，就是这么多巧合。就像阿父娶了阿母，这也是个巧合。你若娶了葛叔母，生下的就是泱泱堂子，那也不是袅袅我。若你生下泱泱堂，我遇你阿母啊。我走了。哎，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子胜啊，定是因为这陈家小娘子才故意留在府中治伤的。依朕看来，这陈家小娘子很平庸嘛，而且还不懂礼数。歇会儿。哎，这个果子怎么那么的苦涩呀？哎，陛下，前些年朝中有大臣送给子胜娇妻美妾，陛下唯恐子胜将其纳娶，不似霍兄长般高风清扬，愁得夜不能寐，可有此事？有啊，朕是担心他贪图女色，品行有损，有错吗？后来子胜将女子归还，终日不近女色，成日独来独往，陛下又担心子胜卓尔不群，将来必定孑然一人，可有此事？有啊，正是怕他太过清心寡欲，有害身体健康，有错吗？后来听闻子胜有心悦的女娘，陛下又恨那女娘先行定了亲，可有此事？正是怕佳偶难求，有错吗？如今这女娘退了亲，陛下又嫌她资质平庸，陛下整日为了子胜的事情愁眉苦脸，妾觉得只有这未熟的果子才适合陛下，又酸又苦，像极了陛下的心。朕心中的酸苦啊，有谁能知啊？子胜这孩子从小就命苦，陛下妾乏了。他的舅父他们祸事一族，为了国家牺牲了一切，陛下妾乏了。现在满朝文武，
啊，是重。干什么？有满朝文武，何须妾与女子为陛下出谋划策？陛下既然有事，哎，妾就不送了。啊，你听朕说嘛，朕是想跟你聊一聊，朕没有别的意思。曹丞，伺候圣驾。陛下到。圣安，哎，在外不必多礼啊。朕此刻心中有些烦闷，想着皇后替朕思量思量。军国大事，妾岂敢智慧？陛下还是回去与众大臣商议吧。也不是什么军国大事。坐。朕啊，是在愁此生的伤而已啊，所以想皇后帮朕捋捋。伤病之事，妾不敢做主，还是回去让孙医官先瞧瞧吧。其实也不是什么伤病之事，这刚才你也听到了，此生的伤，那是因为陈家的那个小女娘而受的。看来子慎心悦于他。哎，子慎啊，年纪尚轻，他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悦呀？陛下所言甚是，子慎阅人无数，从不动心，可见他也并非儿女情长之人。哎，这倒未必啊。有道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那子慎为什么不能求啊？啊，陛下说得对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子慎爱慕佳人也是寻常事，也有些不寻常。他一定要回府上去养伤。早知如此，朕又何必辞他府邸呢？陛下言之有理，府中养伤哪有宫中精细？不如让他进宫来。进宫来？倘若到宫中来养伤，凡事都要拘着，会不会对他的伤愈不太好吧？陛下思虑周全，妾听凭陛下做主。陛下，您慢点。你来说，程家小娘子可配得上咱家子慎啊？陛下，这世间男女配不配，这得老天爷说了算，那陛下何必杞人忧天呢？嗯，答得好。曹丞啊，你一个顶他们俩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可万一老天瞎了眼呢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呀，啥也不是。将军，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呀？晃得我头都晕了。第几次了？什么第几次了？那个林不疑第几次出手救袅袅了？啊，对，好几次了。不行，我得再问问袅袅去。出去，不必去问了。即便他们俩真的是有情谊啊，我猜袅袅也是嘴硬，不肯与我们说实话。怕就怕我与夫人担心的都成了真的。夫人不知啊，昨日圣上分明是站在林将军一边，还点醒我去道谢，念起恩德。
不如今日夫人陪袅袅去。妾去算怎么回事啊？自然是将军去。此时不用你这个阿父，何时用？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哎，真是不让人省心啊。时辰等，阿宋还伤着，我去给他送点药。二兄翻身多有不便，我去帮。我去帮忙。嗯，快点快点。站住！我还未与你们散，谁让你们走的？哎呀，程颂不过是皮外伤，需要三个人去伺候吗？若是现编的借口，不如不说。替你们心思不在此。空留你们，倒显得不合时宜。散了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等等，其他人可以走了，少商君，你留下。字错三字，程四娘子的造字能力，袁某实在叹服。近来事多，哪有时间练字？父子又不是不知道。少商君前脚与楼瑶退亲，后脚凌子胜便为你拉扯到旧伤复发。确实是事多啊。父子大可不必这么阴阳怪气的，有什么话大可直说。我只想劝你多学些做人道理。女子妄图利用婚姻来谋算自由之身，迟早悔之晚矣。你见识还浅，以为嫁人就可以逃离家族，便可从此无拘无束吗？殊不知不过是换个人来拘束你罢了。门阀世家大门好进吗？与楼家的局域还没令你幡然醒悟吗？如此着急的接近凌不疑，又是何必？谁拿婚姻谋算了？谁刻意接近凌不疑了？余生间，你有病吧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你为何总是将人想得如此不堪呢？我也没有。我只是不忍见你，因为读书太少，不知人心险恶。好心提醒你，离凌不疑远些吧。我都说过了。娘，
少商，我刚遇见阿父，他让我找你去林将军府答谢救命之恩。叔子，读书是明理，听从父母吩咐更是道理。我阿父让我去看望我的救命恩人，夫子没有道理阻拦吧？程娘子刚退亲，便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希望将来莫要后悔才好。